久违的舅舅，坛子再晚不吃，所以。白痴啊！白痴啊！还在玩啊？太委屈，绷不住了。赶快帮他扶手手吃面，然后他就这样一直闭着眼睛。也就走了，走了，不在了，不在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。我赶快吃啊！啊 ！Oh no！然后他眼睛又闭起来。日前抖音账号 dumpling1002 贴出一段孩子不吃饭的影片，只见小女孩一开始在摆弄汤时迟迟不肯吃饭，于是舅舅出动扮黑脸，严厉对小女孩说还在玩啊。还吃啊，还在玩啊。小女孩便忍不住大哭，可爱的片段传上网后引起网友共鸣，纷纷留言我家也有黑脸舅舅。赶快帮他扶手手吃面，然后他就这样一直闭着眼睛。舅舅走了，走了，不在了，不在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。我赶快吃啊！啊！然后他眼睛又闭起来，闭了快两分钟。呆门，结果是呆门将他唤回。嗯，对，真的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看来久久不见还是怕舅舅。